이제 진보들은 힘이 장 돈을 모는 진보를 가디어다 바그를 바른 못한도 실물도 돈바득 제자나 장들도 내전로들은 이장금서 자고특집전도 연락은 지금의 판도장나 소란데 동료 또반 허를 생기로 今天我们晚上呢，大家共同学习华智仁波切做的自我教研呢。这个自我教研呢，我们发的这个网上，应该你们每个人可以听着啊，就是一边听着一边呢，就是可以看书。今天呢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时间关系啊。 就我这边呢，也可能八点钟，也就是说八点到九点钟，这个九点钟的时候呢，要准时完毕。我还有一些事情，那么可能利用半个小时当中呢，我给大家这个自我教研呢，就是做简单的，就是字面上的介绍。完了之后呢，我们共同探讨一下这个。 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那你们可以提出来。所以今天呢，没有别的这个一些安排。因为刚刚我也是，大概可能有一个多公里吧，就是在那个地方呢，祖鲁上呢，我们现在这个王家中部呢，就是设的这个地方比较高。我看你们待一会儿完了以后呢，可能开车啊，或者是坐车，很远的地方去，我也完了以后要。 去很远的地方，所以也不算很远吧，就是大概一个公里左右。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就是大家在虚空当中聚会吧，就是可以说是你们也在现圣托，我也在这个现圣托，大家都聚集在这个虚空当中，然后呢，得受这个佛法啊，就应该这样来想。那么下面呢，我想希望各位啊。 就是大家，如果你有数的话，那就是看那个数，就是这个自我教研呢，我们以前设在这个教研会籍当中，显密宝库的第一册里面。如果你没有数的话，那就是应该就是点开网上的这个自我教研。希望呢你们一边看数一边呢，就是听着，因为这个自我教研呢，就是我们这个密码派。 就是化智仁波切的这个非常神圣的一个教研，表面上看呢就是只有几个松子，但实际上呢，我们这个作为修行人来讲呢，时时刻刻的是应该要用这个提醒自己的一个非常殊胜的教研。我们的上师如意宝呢，就是曾经也是给我们传过很多次，所以呢，我想是大家在这个教研当中呢，能做到的有多少，做不到的有多少，基本上我们就是。 大概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大家共同学习。我呢一边给大家读一遍呢，就是做简单的字面上的介绍。那么这个自我教研呢，就是其实华智仁波切啊，这个自我教研呢，就是释华智仁波切，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这个教研。也就是说呢，就我们作为修行人呢，就始终都要用正知正念来观察自己做的合不合理，做的如不如法。 就应该观察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大家共同学习的时候呢，不要把这个教研看着管别人过失的一种工具，应该是要这个检验自己，应该寻找自己过失的一种这个教研来对待。那首先呢，是这个切莫以往有三种，这个魔王恩重善知识，魔王大慈大悲佛。 妄真知与正念，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前往不能忘的这个恩重入山的这个上士啊，就是上士的这个恩德呢，对我们来讲，成立在轮回当中的时候，如果没有上士的开始呢，我们就是得不到解脱。还有这个佛陀的这种教诲没有的话呢，我们也很可怜的。还有呢，真知和正念啊，在如果在行论当中呀，这个学过的就是经常观察自己的真知正念。那么这三者呢，就始终都是不能忘的啊，就大家能不能做到？佛不能忘，上士不能忘，然始终要观察自己这一点不能忘，就是这是过往的这个三种。恒须一念的呢，也有这个三种。第一个就是恒实的一念团结的上士啊，你以前这个如果什么皈依戒啊，如果居士戒啊。
人和一个上师呢跟你传过戒的话呢，那么在寄赠当中是这个上师是很难得的，就是应该恒时的是要一年，就是他的这个功德。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这个恒时一年的这个佛法啊，这个佛法的话呢，我们始终都要想啊，就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呢，你不能不想这个佛法的。第三种呢，也就是说你修的什么样的这个戒律，就是恒时一念的，也就是说这个律和誓言，你如果学了密宗的话呢，密宗的誓言；显宗的话呢，那么这个显宗的戒律，这三者不能忘啊，就是上师不能忘，佛法不能忘，还有这个你的戒律啊，你修什么样的戒律，这三个不能忘的，就是不忘的，不能忘的，有这个三种的。然后呢，恒时应该具有的有三种，也就是说身体呢，就是恒时应该有心，而床榻呢，恒时应该有身体，心中呢，恒时应该有放松啊。这个这三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就是经常都是要具有这个心。意思是什么呢？有些人身体坐在法的这个行列当中，但是呢忽视乱想的话呢，那么这个身体不具足心，身体在放在里面，心呢乱想到别的地方去了。而你的身体呢不能离开这个床榻，真正的修行人的话呢，他不会天天的逛街，他不会到处都去这个一女友啊，或者说是到哪里这里就是就不会去这个要这个现世的。还有这个心里面呢要带有一种放纵，就是作为修行人应该是心里比较这个不慌不张的，就始终都是处于一种很安详的很快乐的这种境界。就这是这个恒时具有的三种啊，你们观察一下你的身体当中有没有心，床榻上是不是经常这个身体啊，就是聚不集入身体，你看你的心呢就是带有没有这个放松的啊。就真正具有放松的修行人的话呢，那就像我们以前的这个尼玛派和盖登派的一些大德一样的，经常呢就是住在自己的屋里面，不会呢就是离开这个很多的地方。这是这个恒时具有的三种。然后继续忘掉的呢也有这个三种。第一个，继续忘掉这个生贪心的朋友啊，当然你们作为在家人的话呢，将自己的这个丈夫啊、妻子啊，以及这个所有的儿女等等，就是这些全部一下子忘掉的话呢，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呢对他们也不要特别过分的执着啊，就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恒时继续要忘掉的这个生嗔恨心的原底啊，就是你这个相续当中呢经常是容易生嗔恨心，对你关系不太好的这些怨恨的敌人呢，尽量呢就是想把它忘掉。还有呢，继续要忘掉的这个痴心的睡眠啊，大家少睡一点，不要这个就我们这个很多人星期天的时候睡的就是特别可怕，那这样呢不行。所以我们意思就是说呢，贪心、嗔心、痴心这三种呢就是一定要忘掉。但忘掉的话呢，它贪心生贪心的有生嗔恨心的这个怨敌，还有呢就是容易生痴心的睡眠啊，就这三者呢就是尽量的很快时间当中忘掉。但如果实在不能忘掉的话呢，你不能过于这个生贪心、嗔心和痴心啊。然后呢就是恒时需要净身的呢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说众人当中出言呢要净身啊，人多的时候呢你要这个说话要注意啊，不要这个得罪很多人，也不要这个过于的赞叹别的，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然后你一个人独自出行的时候呢，行为要注意，一个人的时候干坏事很容易的，你去吐刀啊，或者是就是做一些坏事就是很容易的。然后平常呢就是观察自己的心啊，就这一点也很要这个谨慎的。第三个就是说呢，时时刻刻都说要观察自己的心啊，就这是我们恒时这个应该谨慎的有三种。那么下面呢就是说恒时需要报米的呢也有三种。以米自己的功德啊，自己的功德呢就是应该就不要告诉别人。然后以米他人的过失，你如果发现了别人的过失的时候，也尽量不要告诉别人，报米。然后还有以米未来之计划啊，就未来你有什么样的打算呢，有什么样的计划呢，不能随随便便的告诉别人，不然的话呢你有些事情呢不一定能这个成功的。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自己未来的很多很多的打算呢，不会就是在这个众人当中就是宣告的。这是那个就是应该隐秘的有三种教言。然后不可宣说的有三种教言
补血恶而处理性啊，就是第一个呢，有时候呢我们会恶而这个产生处理性啊，有些居士马上想出家，马上呢就是想离开自己的家庭啊，或者说是马上这个对轮回呢升起极大的厌离心，但是这个不一定稳固的啊，就是要这个长期的观察，如果真的长期子你对这个轮回有厌离心的话呢，算是真正的处理性，恶而的处理性是不可靠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也不能告诉别人了。然后不能这个悬索自己较扎的这个行为啊，有些人说是我很聪明啊，我在吐到东西的时候如何如何啊，我说王语的时候是什么能感啊，我这个做邪淫呢，或者说是做任何坏事如何如何，在很多人面前呢就是将自己较扎的行为开始这个进行炫耀，就这没有必要的。然后呢也不能这个宣说自己的善心啊，我做了什么功德，我做放生啊，我做那个念多少咒语啊，我天天听课啊，就随随便便没有特殊必要的情况下，也没有这个上师呢特别过问呢、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现在很多人愿意自己宣布自己，自己宣传自己，这也是不太合理的啊，就这是不太合理的。所以这是我们不能宣说的这个三种行为。然后呢不能去的有三种啊，就是不能这个不可去除呢也有三种。第一个呢，缘处正处不可去呀、啊，缘恨的敌人正在挣扎，或者说是争夺啊，或者说这个互相呢就是开始争执不息的地方呢，我们作为修行人呢就是没有必要这个去的。还有众人聚集的地方，比如说很多人打架，很多人在跳舞啊，很多人一些娱乐场所啊，就众人呢就是在发疯呢一样的，就是在哪里没完没了的这个闲聊，在这种场合当中呢，我们作为修行人呢就是不能去的。还有这个玩乐之处也不能去的啊，现在大游戏啊、大麻将啊，以及那个一些这个舞厅里面、网吧里面不能这个去的，如果去了以后呢，你的这个真正菩提心呢全部会退失的，所以不能去除的这三种地方呢，大家也应该记住。然后不以言说有三种，无心则浅不所发啊，就是不闻不所自尽理，不说不服事己欲，我们不应该这个说的呢有三种。第一个呢，没有信心的人面前呢最好是不要这个传法啊，就佛教的这些功德、大乘菩提心的利益啊，这些呢应该有缘分的人具有这个法器的众生面前呢，我们可以这个宣说。有些人邪见也很重，特别愚痴的，或者呢就是不愿意听受佛法的人面前呢，我们强迫的或者是通过强行的方式来给他这个宣讲皈依啊、宣讲受戒啊，这些是不合理的，因为他是没有缘分的话呢，那我们也是没办法度化他的。然后有些人呢没有问的话呢，就是你不能说自己的经历啊，我以前做过什么事情呢，别人在这个提问的情况下你可以讲自己的一些经历，如果没有特殊的必要的情况下呢，也不能顺顺便便说自己在这个一生当中的就是很多功德和过失的一些经历，也不能说的。然后时时刻刻呢就是不能说就是不符合实际道理的一切语言，也就是说呢说妄语就是作为一个学习大乘佛法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始终都是应该要观察自己的语言，尽量不要这个说一些这个妄语就说妄语的话呢，这当然这个过失是相当大的。所以我们不能宣说的这三种呢，大家应该这个记住。我们学院里面呢很多的这个道友像佛子信像自我教言这些都全部都背得非常这个清楚的，所以如果我们能背这些教言呢，在自己行为上呢经常有一些观察自己的机会不该说的呢就是也有这个三种的，有钱不该有这个就是不应该有的呢就是有三种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朋友面前呢不应该有这个一切喜怒无常一会儿高兴一会儿这个伤心一会儿痛苦一会儿不高兴这种情况是不允的，应该在这个一些朋友和一些也熟悉的人面前呢就是自己要有一个稳重的人格。然后承诺不该有变动，自己凡是承诺过的任何一件事情呢尽量的最好呢不要这个有任何变动，因为我们有些人是答应的也很快，最后变动的也特别快，这是没有这个智慧的人的一种这个象征，就是这一点呢在这个二贵教言论当中也可能讲的比较这个细致的。然后心事呢就是不应该有这个
就是不该有这个表量，就是也就是说表面上呢就是说的特别好听的，然后实际上呢就是表面上是一套，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另一套，这种行为呢是教导者的行为，因此这也是不合理的啊，就是不合理的。所以今天呢就是也不讲公案，也不应用校正啊，只是在字面上呢给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呢，恐怕这个很多道友呢就是也应该会大概思路吧，虽然这个翻译的也比较易懂，但是呢有些道友以前都是可能没有这样想过，这个自我教研里面到底对自己有怎么样的这个作用，这些大德们金刚这个上师们的这些教研的话呢，对我们每个修行人如果始终都观察自己的话呢，应该说是有非常大的利益。我也是刚刚来这个学院的时候呢遇到这个自我教研了，然后我自己抄在笔记本上面，然后事事都是经常观察，虽然呢就是很多都也做不到的，但是呢还是对自己的行为是帮助非常大的。所以我想呢今天呢就是给在这个网上啊就是这么多的佛友呢就是一起这个共享吧，就是我想自己有利的一些法的话呢对你们来讲呢应该会这个有帮助的，应该呢就是有利益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说是魔作之事有三种，邪魔自大于傲慢，邪魔暗中索他国，于随野魔作庆会啊，就是不能做的有三种。第一个呢，我们作为修行人千万不要这个骄傲自满啊，就是自己自高自大的话呢就是这个如心论当中也是大量的这个折磨过，然后要前往呢也不要就是安总就是说别人的过失啊，就是别人的这个如何如何不好的话呢，我们作为大乘修行人呢就尽量要这个观清净性的，不要别人的，即使你看到别人做的有些不如法的事情不合理的行为的话呢，也尽量的不要这个说出来。现在有些居士不是这样的，自己做的特别差，但是这一点呢好像是自己发现不了的，看别人呢一点都没有错的话呢经常添着加盐，经常呢做别人的过失，所以这是非常这个不好的一种行为，就尽量不要做别人的过失。然后呢不管是任何一个人，凡是一个众生的话呢，对任何一个众生呢千万不要就是欺死他，千万不要呢欺负他轻回他，你不要呢就是把他当作这个不关心的，那就凡是一些众生的话呢你一定要关心，就是不要呢就是漠不关心然后呢就是下面就是不应该之事呢就是有三种啊，不与夫人试菜我，不与教者欺行心，不随与随魔所阎魔受密语啊，就是不应该做的呢有三种。第一个呢，对这个富贵的人呢，我们用这个财富啊布施的话呢没有必要的，有一些领导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具有一定财富的人面前，我们这个对他供养很多的财富呢就是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任何必要的。然后有些教诈者啊，就专门是一些事件当中的骗子啊，一些教诈者的话呢，我们不要对这些人起信心，不然会容易上当的啊。然后呢就对任何一个人呢不要说这个你的秘密预言啊，就保密的预言的话呢对任何一个上师的不能说的，尤其是你对这个上师的话呢，如果上师的罪也比较多啊，不可信赖的，也不能这个让你报保护秘密的，这种人的话呢就是在有些虚部里面说对上师也不需要这个说秘密的预言，因此呢除了上师以外跟任何一个人呢自己需要报密的这些事情呢不能说，如果你说了一传十十传百，最后的话呢就是会泄露秘密，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呢自己呢如果有一些这个委托秘啊，或者说自己承诺这个报密的事情的话呢，对任何人面前的是不能就是说密啊，就不能说你。然后不应该观察的呢也有三种，不应观察美女身，不应观察幼稚身，不应观察呢记者功德啊。作为一个男众这个出家人呢，或者有些修行人的话呢，他始终都是不能就是经常观察这个美女长得如何如何啊，美女如何如何漂亮啊，这样观察的话呢就逐渐逐渐将自己的戒律呢就是会坏坏的。如果是一个尼宗出家人的话呢，也是同样的，对男生呢就是不能观察的。那作为一个居士的话呢，作为居士呢也自己也有一些这个戒律，所以不应该这个观察的一些疑心的身体啊，对自己戒律有害的一些身体呢也不能观察的。
然后也同时不应该观察自己朋友的一些这个过失啊。啊，我们有些金刚道友呢，大家就经常住在一起，菩提学会的很多小组呢也是住在一起的。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人性格不好，人格不好的话呢，经常要观察我们这个道友的过失，这是不好啊。就希望呢以后就是少观察一遍这个过失。如果你真的要观察的话呢，那不要说是我们凡夫人了、啊，佛陀的是有时候这个心不清净的人呢，也给他做成这个过失，有这种情况。因此对自己道友的这个过失呢，前往的不要去这个观察。然后呢，也不用观察，就是也不能观察，就是经常只是分析自己的功德，我如何如何这个了不起啊，自己做了什么好事啊，这些呢也不能这个观察啊，就是不能观察。随顺之事有三种，语言随顺于亲友，仪式随顺于当地，自行呢相应于佛法。那么我们随顺或者说相应的呢有三种，我们说话的话呢应该就是对这个随顺于一些这个朋友啊，比如说你的朋友呢是就从来不信佛教的人面前用了很多佛教的专用名词的话呢，他听不懂，因此呢跟他也应该就是随顺他的一些语言。然后我们的这个意识呢应该随顺于当地啊，就你如果到这个任何一个地方去呢，你的这种这个行为或者是你的意识呢应该如像这个岁数啊，就是这样的。自己的心呢时时刻刻都是要相应佛法，要随顺佛法，佛法里面这么讲呢，你自己的心呢也应该就是随顺它。所以呢我们很多道友呢就经常要用佛法来观察自己的行为，就是这一点很重要的。然后下面不应听闻的有三种，不闻他人沾记得，不闻细心者之语，不闻愚者之教诲。不应该听的呢就是别人对自己赞叹的一些功德，你就不要听他们。别人说啊，你好好漂亮啊，你长得那么好看啊，或者是你的口才如何如何好啊，哎，你这个人是功德无量啊，这样别人呢就开始进行赞叹你的时候呢，这是一种违缘，就是你不要去听他的。有些细心者的话呢，他细心研究啊，就刚开始的时候对你特别亲热很关心的，那这个时候呢也不要听这些细心者的语言。有些特别愚痴的人的话呢，他会可能给你这个进行教育啊，比如说有些人自己呢自己连从来的是只是对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但是呢他给你教育。有些父母啊不信佛教的人自己心里就也可以说是比较愚笨，但是呢他教你你不要这个学佛啊，学佛是不好啊，那这样进行教育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听他的了啊，就是在别的一些方面呢你听父母的可以，但是呢反对佛教不让学佛，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千万不要听一些愚者的语言。不能希求有三种，不求富人之财富，不求高贵之地位，不求华丽之仪式。作为居士这一点也重要啊，现在这个不应该求的，在这个时代当中呢不要这个过于的求一些财富，也不要过于的求一些地位，也不要过于的求一些华丽的衣服。真正的一个修行人来讲，地位啊财产啊一些这个现在我们穿着的一些漂亮的这个衣服呢，都像梦幻泡影一样的，没有多大的实在的意义。所以我们作为修行人不应该特别的去祈求。不能诽谤有三种，不帮众王错鬼者，不帮他人美满我，不帮自己善知识。我们不应该诽谤的呢就是有三种。第一个是我们不能诽谤大家都非常认可的一些高僧大德，世间的一些成就者，或者是一些对社会和人类贡献相当大的这些人的话呢，我们没有必要就开始寻找他的过失呢，就是就诽谤他，就是这是不合理的。然后我们呢也不应该就是诽谤，或者呢就是别人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在中间呢就是去搞破坏啊，就是说你的这个产品不质量不好啊，你的产品如何如何，你自己不买的话呢，你没有必要在中间去开始评价啊，这也是不合理的。然后更不应该呢就诽谤，就是对自己特别慈爱的这些上师和善知识啊，就上师和善知识。下面还有几个颂词啊，就我今天呢就是因为时间关系吧，就是我像是争取啊在半个小时当中呢给你们讲完。其实这个自我教育要光讲的话呢可能是要好几堂课，
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是这是字面上给大家介绍的话呢，希望啊下来之后呢，你们把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呢再次的去领会一下。你看你的这个实际行动当中呢，就是做的怎么样啊？就以前我也是在这个讲过，好像一西本座堪波也讲过，就是这样的话呢，这个讲义呢就是在广的就比较广一点的网上也是有。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是时间关系，字面上呢给大家就是明白的话呢，大家应该会。就是有这么多个三条，就是这三条呢，看看就是大家能不能做得到。下面是不能赞叹的有三种啊，不沾中佛所指之，就是不能这个赞叹呢、啊，就是大家都是对这个人是不满的，对这个人呢就是是驳斥的、呵斥的，这种对境呢，我们也不能这个赞叹。别人都说是这个人是坏人的话呢，我们到哪里去说是这个人是好人，那没有必要捡垃圾了啊、别人就是说是有道理的，就是所以呢就是没有必要去这个赞叹的。然后也不能赞叹呢，就是自高自大的一些愚本色啊，就是一点学问都没有，一点知识都没有，特别愚本的人呢，有些人特意去赞叹他的功德，就是也没有必要的。也没有必要呢，就是沾他游子的一些这个害痛啊，游子的一些害痛的话呢，如果我们这个过于的这个沾他，他自己一点不具足的这些功德，我们去过于的去沾他的话呢，那就是他就生起傲慢性，就是最后呢，我们也是没办法就是管他的了，就是所以在游子的一些害痛面前呢，我们也不能做许多的沾他之语。下面就是不沾不帮呢，就是有三种。不沾不帮知亲属，不沾不帮陌生事，不沾不帮一切人。那么我们也不能赞叹，既不能赞叹，也不能诽谤的自己的这个亲人啊，你的父母啊，你的这个家里亲属这些的话呢，你没有必要去过于的赞叹他们。过于的赞叹的话呢，别人也觉得是你这个人就是对自己的贪心啊，就是对自方的贪心很大，不像一个修行人。你如果过于的这个诽谤，或者是过于的说自己的亲朋好友的过失的话呢，从我们世间的这个人格论理道德上也是讲不过去。一个人说我的父亲特别不好，我的母亲特别不好，或者我家里的人如果不好的话呢，那就是也没有必要的。你们有前世的因缘，既然呢这次寄居在一个人的这个家庭当中啊，那这样的话何必就是去过于的去诽谤他呢，就是也没有必要的。然后呢，就是不能这个赞叹，也不能诽谤陌生事。陌生事呢，就是你不太熟悉的一些上司啊，就这个现在实际上是比较多的。你们很多城市里面呢，今天来了一个活佛，明天来了一个堪布，后天来了一个仁波切啊。那这些呢，你如果不熟悉的话，最好呢也不要赞叹，因为你如果过于的赞叹的话，过一段时间呢，可能会发现他的过失。你如果过于的会诽谤他的话呢，过一段时间呢也会可能发现就是他的一些这个功德。所以呢，陌生的这些上司的话呢，既不要赞叹，也不要这个诽谤啊，让他就是怎么样，就是你没有必要去这个参与啊，就是这是就是很重要的。大家应该，我们有些人呢、啊，做人的基本的一些道理都可能不太会动，就是有些人像自己的亲友呢，就是赞叹的特别可怕；有些呢，像自己的亲友呢，在到处面前说啊，就很多居士里面说我家里的人不好啊，我亲朋好友如何不好，也没有必要，就是这是没有这个素质的一种人的表现。然后不沾不帮一切人，凡是一切人啊，所有的人，如果你真正一个大菩萨的话呢，你既没有必要特别的去赞叹人，因为这些人呢也有一定的过失，也没有特别的去这个诽谤。如果你去诽谤的话呢，每个人都是有如来藏啊，就是跟这个未来的佛，所以呢有一定的过失。所以我们对这个所有的人的评价呢，没有特殊必要的情况下呢，最好不要这个诽谤，也不要呢就是去赞叹。如此教诫上众多，总之时时刻刻总自观自己，即位要施除出设法仪轨次。那么这样的花智仁波切说，这样的这个教诫呢，就是虽然就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归纳起来的话呢，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时时刻刻当中呀，观察自己呀，我的身体在做什么，我的心在想什么，我的语言在说什么，时时刻刻的要观察自己的三门。
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所有的我们这个作为修行人的实践法和处实践法全部都可以包括在这里。所以我们在座的今天的这个各位啊，上面所讲的那么多的这个三条三条的一些这个教言，这些教言全部能做的话的，这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实在不能做到的话呢，我们经常的要想啊，我现在已经皈依了，我参加这个菩提学会了，那这样的话呢，时时刻刻都是要我看我的这个在做什么，我的这个像什么。以前呢从来都是没有观察，就是自己随情所欲啊，做什么事情都是方人自由。但现在呢不行的，应该以正知正念来观察自己。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呢，那这就是大乘修行人了啊。修行人的高僧大德的行为呢也是这样的。所以实践法和处实践法呢全部可以包括在这个教言当中。如是女所至教言，无隔智慧欲假设，唯挑自心二玄所，即为圣神当修者。那么上面所讲的这些教言的话呢，无隔智慧欲假设，化智仁波切把自己呢形容成也是一个欲假设，然后自己呢就是调伏自己，为了调伏自己的心而这个玄所的。所以这里面所讲的这个教言的话呢非常的这个甚深啊，就是里面的这个内容是非常的深奥。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呢也应该这个好好的这个修持啊。今天因为我们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也是在这个胡言乱语啊，就讲的就是非常的没有任何头绪。但是呢我先是给大家就是提醒一下，就我不个人的话呢也是就经常用这个来就是调查自己，也可以说是这个观察自己，跳伏自己的这个相学。我看我们的很多人的话呢也是应该用这些简单的这个教养呢，就是经常要观察这个自己，观察这个自己的相学。这样的话对这个修行呢就是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帮助。那么我们呢这个今天网上的这个开始啊，就是基本上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就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字面上的这个介绍。那么最近呢我想我们学习这个如心轮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最近讲了那个三种功德，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讲了这个观音信主嗡嘛呢叭咪吽是嗡嘛呢叭咪吽就这个功德所以我希望呢我们在这里这个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每一个人呢也应该发愿就是至少也是十万遍以上我看今天你们这个上网的这些道友啊，如果在你的工作上特别忙啊，学习上特别忙的话呢，我也不敢强迫的这个要求你们。但是你呢如果这个允许的情况下，我像是早上起得早一点，每天呢就这样的话，嗡嘛呢叭咪吽就这个咒语很容易的，最少也是四万遍。当然如果能发愿就是一亿遍的话呢，那这个功德是更大的，就是一直到这个从十万到这个一百万或者一千万一亿遍那这样这个到时候呢就是给我们这个网上呢能发愿多少呢，就是希望你们给我们这个网上就可以这个报过来，就是可以这个汇报。当然这个事件的话呢就是我们跟这个你们就不相同，我们呢大概是这个三个月吧，就是在三个月当中呢你们要这个尽量的，如果有时间的话能念诵十万遍以上的这个嗡嘛呢叭咪吽是，就是这是我前一段时间讲了那个观音心咒的功德，就是过一段时间网上也是会公布的，希望你们看一下听一下。然后呢我就去讲了这个供灯的功德，就是我们全国各地呢很多都是要供灯啊，但是供灯的有些方法不太懂，所以最近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供这个专绕佛塔的这个功德。这三种功德呢我们这个在中间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些这个特别的开设，我希望呢你们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呢就是应该这个看一下。因为我们修行人呢每天都是应该要提醒自己啊，每天都是应该有一些修行的新的知识，否则的话呢我想是大家的这个修行的进步呢就是很困难的。我看最近呢我们很多的道友呢就是通过网上啊，通过这个各种方式来给大家这个学习啊，就大家一起学习，这一点我也是很随喜的。我们这边呢也是也很多发心人就给你们提供一些方便，希望你们呢应该要利用这个
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机会，然后呢，自己要这个认认真真的去学习。好，今天呢，我想是我开始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到这个这里。下面呢，我们就是有一些这个提问呢，就是这个提问的话呢，我想是今天可能跟前一段时间稍微有点不同的，就是也不用当很长时间吧，就是就做了一些，我们能轮到多少呢，就是给大家这个就简单的这个回答。沙师你好。你好。沙师你好。你好你好。听见了吗？听见了。我在那个电脑里看到你身体健康，非常高兴。上次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呢是一个医生，我今年退休了，我年龄大了，可是希望我能够就是把时间呢都放在那个修法上，可是我的病人呢每天都要找我，我非常的感到那个什么困惑，我想我要不给他们看病也不行吧，所以呢后来我决定了，就是再回医院上班，每天上半天班，可以吗？可以。哎，您好上师。非常激动，再一次能在网络中向您提问。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广论中说，若想求解脱，必须以出离心奢侈，但是以少数福田力奢侈也可以得到解脱，例如持诵阿弥陀佛名号。我对这一点呢，就是理解的不是特别深。那么这个光持诵阿弥陀佛名号，那么没有出离心，那么怎么能够得到解脱呢？这个是否与这个麦康仁波切的净土教言往生思音相违？这个是不相违的，因为有些人呢，就是也有两种，就是先以出离心的引法，然后呢持诵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行住啊，这种人呢在自相续当中先升起了出离心，然后呢就是念诵阿弥陀佛，就像我们证悟任务的时候先具足菩提心，然后呢就证悟空性一样的。还有一种人呢，先对阿弥陀佛有强烈的这个信心，然后念诵阿弥陀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先没有这种这个出离心，但是后来呢你在往生的时候呢，就是当你往生的同时呢，对这个轮回的这种厌离心呢也会同时升起来，所以最后你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呢，这个人的相续当中出离心是应该具足的。今天我们的这个时间呢就比较近，就是所以一般来讲呢，就是每个人就是应该就是问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这个问的时候呢，就是要这个，因为很多人在这个网上等着啊，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主要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问题呢，直接提出来啊。哎，你大恒上师，你听到了吗？听到了。我提的问题是呢哈，对大多数修行人来讲呢，执着利他是非常好的，那是否与三体轮空相违呢？如果老是觉得有善可做，有众生可度，那是否会障碍通信呢？请上师开示。是这样的，我们那个这个对三轮提供的这种制度啊，实际上的话呢，就是我们先这个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是要向度众生，就是利益众生。但是这个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初定的时候，初定的时候就是利益众生的这一个心呢，实际上就是你能获得三轮提供的一种自己的印。比如说你我们要学这个中观的时候呢，弥他的菩提心呢不能舍弃的，但是弥他的菩提心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真悟空性的印呢。麦康仁波切在中观庄论里面是用一个比喻啊，用水母和水电呢两个就精心摩擦的时候呢，虽然有两个物质的存在，但是最后呢就是通过点燃火以后，这两者物体呢就是全部自然这个烧尽，就是同样的道理，首先我们在因地的时候利益众生的这个执着呢还是这个需要的，但是这个执着呢就根本不会障碍这个三轮提供或者是证悟空性。谢谢上师。喂，上师你好。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很多年轻
年轻人对佛法很有需求，然后都非常渴望。然后目前嘛，上师讲的佛子行啊、二规教缘论课程很少，大家能跟上。但是这个六行论已经讲了100多课了，然后请上师开示一下如何安排跟新学员的那个学习进度和学习方法呢？我开始这样的，那个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学习的这个课程呢，也不可能当一些新的这个学习的新学员的这个学习进度，所以我们学院当中以前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要穿衣布法，那么穿衣布法呢，就是到了中间的时候呢，就是来了一些新生的话呢，那么他们自己呢就是想办法布这个前面的这个课，然后后面的布呢就是同步进行啊，就后面的这个课呢大家这个跟一起学下去，前面的这个有多少个步的有多少个这种跟不上的话呢，最好是这些新学员呢自己想尽一切办法，然后呢就是逐渐就是跟上来，只有这个方法。我们呢也不可能就是今天来了一个新生又从开头开始讲啊，这也没有必要，尤其是现在这个科学比较发达，有了光碟和树的话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只要有信心的话呢应该能布得上。以前我们在上师如意宝面前听的时候呢，有时候上师也不让录音，不让录音的话呢，那么前面的话已经听不到的话呢，就是听不到，就是再也没办法布了。上师也不可能每一个新来的这个学生呢就是都布一次课，所以说呢这个跟现在不相通的，现在有光碟的话呢，我相信这样大家发心应该是很方便的。好，谢谢上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师要求的我们这个小组学习佛法，然后我们按照上师要求就做简单的这个辅导讲解，然后集体做练习题啊，讨论，然后交流感受。但是有时候呢会认为自己的修行不够，然后这个自信不是很强，很害怕就是错解上师这个法义讲的法义，然后错误的引导别人，然后以后我们是否就是尽力的不偏离上师讲的这个法义而辅导就可以了呢？当然上师开示一下。当然这一点呢我就比较这个赞叹，因为我们每个人呢、就是尽量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理这个一些传承上师的这个教言。我们在这个学院里面就是这些辅导员要求的时候呢，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呢，让他们把这个每一次的这个教证啊，每一次所具的一些公案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道理的话呢，要求就是一起这个用上啊，就比如说我这一堂课呢用什么样的教程，用什么样的这个公案的话呢，让他们也再次的这个学习。这是我们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要求这样，让我们下面辅导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今天上师这一堂课里面讲多少呢，我们就下面就是去这个再次的让大家这个复习，就是这样的话呢可能不容易这个搞错。好，谢谢上师。谢谢上师长久如是观众朋友们。好，可以。你好，上师，顶礼大恩上师。你好。那个弟子是哈尔滨，弟子是哈尔滨市菩提学会的会员。那个有个问题想请上师。你看的弟子，其他的上师。那个有个问题想请上师那个做开示。放生鱼的时候有很多居士他们并不喜欢放大鱼，因为那个放大鱼那个首先早晨就要一早上就要去市场去买，然后那个放起来也特别麻烦，这样不如说像放小鱼，像小鱼像一些泥鳅鱼放起来比较容易，而且数量也比较多，但是如果大鱼不放的话就是大多就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味。我想请问上师，对于放生中的大鱼和小鱼我们应该如何取舍？这个呢我也不敢说，因为有些因果的问题啊就是非常微妙的，像我们一般的这个人呢就是做一些这个因果呢就是也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一般来讲呢这个放一些大鱼的话呢，因为有大的这个生命呢，大生命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干数呢极为强烈，就是有关经典当中也这样讲的。然后当然一些小的生命的话呢，其实这个小的生命呢它也有一种同样的这个干数，所以这是我们可能要根据情况吧，就是根据情况，如果放大鱼呢就是大家都共同这样这个发心呢就是放大鱼也可以，如果那个
就放下雨的话呢，我们放生呢也不能就是整天的是为呢就是好做事情啊，或者是好方便呢、啊、不是为呢这样的，应该就是想尽办法，不管是大大小小的鱼啊，就尽量的这个这方便的时候，条件具足的时候呢，就是一视同仁，就是我是这样认为的。是那个，因为有的时候大家那个，如果轮到放大鱼的时候，大家就比较容易起烦恼，而轮到放泥鳅鱼的时候，大家就非常欢喜。那你们那个放大鱼的时候就烦恼的话呢，放牦牛的时候可能更烦恼。那个上师，那再问一个问题，那个寒山大师说，六道轮回苦，孙儿娶祖母。牛羊为上座，六亲过内主，这是一个婚礼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新郎新娘结婚的场景，但事实上是孙儿娶祖母做老婆。现在很多世间人他们没有神通看不见，我想请问，就是说人类之所以延续那个生生不息，这样的话就跟结婚生子有着很决定性的关系，而且比如说我们佛法的事业也需要有继承人来完成，那么对于上一段的这个解释，孙儿娶祖母就是完全和道德相违背的，这样的也是不允许的。如果按照这个观点，任何的物质文明都无法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个也就是说人们如果不颠倒妄执的话，人类社会也就是无法存在。请上师就这个问题为弟子做一下开示，可以吗？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我们那个佛教里面的话呢，很多众生都是当过自己的这个亲人啊、父母啊、原地啊，就这些呢是作为这个也就是说前世的教导而降的。当然有神通的人看到呢，你今生当中的这个怨恨的敌人，前世的父母啊，或者是前世的子女啊，也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现在如果你没不知道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是寄生的情况下的话呢，那么这个结婚生子也好，或者是生儿养女啊，就是这些是我们世间的一种这个轮番道德。那么世间的这个轮番道德呢，跟那个初时间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前世呢，就是当过母亲的，今生呢，你跟你的这个妻子，这个一切这个圣者的话呢，就是不会有违背伦理道德，或者说是有这个乱伦的这种这个现象。因为呢，我们一切众生都是从按照佛教的角度来讲，满城轮回的角度来讲呢，都是当过自己的父母。但是佛教里面也并没有说是你凡是当过父母的全是造无物见罪，并没有说我们将无物见罪的时候呢，杀今生的父亲和母亲的话呢，会犯这个戒律的。而这个戒律里面也将，如果这个违背这种这个亲人的这种什么这个伦理道德的话呢，就是寄生当中的这个角度来讲的，并不是说是讲那个前世的。所以刚才寒山大师的这个教言呢，有神通的人对这个前世和今世的一种论坛，那么这个跟现在的这个物质文明跟那个社会的这种道德呢，就是根本不相违的。谢谢大恩上师，谢谢大恩上师身体健康，长久住世，长转法轮，扎西德勒。扎西德勒。上师你好。你好。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昨天晚上在讨论哈，说阿罗汉呢是否还在六道中转生？上师，请您做开示好吗？阿罗汉已经断了所有的轮回的这种烦恼障碍，所以呢就是不会转生到轮回里面。这是俱舍论和有关这个孝称经典当中就讲得非常清楚。那为什么有的时候说说妇女怀孕了，说她堕胎的话呢，就说有可能是杀了阿罗汉？这并不是说是让那个阿罗汉转生到这个胎中来的，不是这个意思。谢谢上师。愿上师长久住世，长转法轮，扎西德勒。扎西德勒。上师您好，顶礼大恩上师，上师您在《入行论释》讲义三中讲到，念文殊菩萨号或咒语超过其他佛陀的名号咒语的功德，这样的话大家都跑去学文殊法，而其他佛法没有人去学，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呢是不要紧的，因为是这样啊，就是我们那个诸佛菩萨的这个功德啊，就是完全是不相同的，所以呢就是佛在佛经当中呢，根据不同的根基、不同的意乐的众生面前呢，都宣讲了一些文殊菩萨的功德、观音菩萨的功德、宝积佛的功德、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但是呢我们因为赞叹了这个文殊菩萨的功德，所有的人呢都不一定要去依止这个文殊菩萨，或者是都跑到文殊菩萨那里去。比如说实践当中呢，现在我们这个一家公司呢，就是他说我的这个三轮车啊，就是又如何如何好，就是大了这个真实的广告。但是实践人的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喜欢三轮车，但是有一部分呢，就是你怎么样打广告也是不一定喜欢的。所以呢，我们实践当中赞叹一个物质的时候呢，也不可能就是所有的人去卖这个，然后其他的呢就是不买，就是不会有这个过失。所以我们要赞叹观音菩萨的功德，赞叹文殊菩萨的功德的时候呢，有一部分对文殊菩萨有缘的人呢，他马上升起信心，就是学文殊法的；而有一部分呢，对观世音菩萨有因缘有信心的话呢，他会到马上去这个学习这个观音这个法门的。还有一部分的话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宝积佛，就其他的一些功德听到以后呢，他去学的。所以众生的根基不同，因此呢，诸佛菩萨的显现也是不相同的。因此你就不用担心了，所有的人跑到观音什么文殊菩萨哪里去了，就是不会有这个过失。后来呢，他退失了，做了很多不如法的行为。那么我们以后应该如何能让上来的人更圆满，过失能少一些呢？当然，我们作为这个一般的修行人来讲，没有这个他心通啊。每一个人就是将来变成怎么样，就是这个我们很难以这个测准的。但是我们呢，应该尽心尽力的让别人学密宗也好，学仙宗，或者说皈依佛门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有些退失心性的，但是这个呢，我不会有过失的。以后呢，也应该不断的，就是还要就是像这个人，如果有转变的机会呢，我们也要努力。如果他实在没有转变的这种机会的话呢，我们这种让别人这个学习佛法的精神呢，就是永远也是不能退转。李上师，好，说嘛。那我们学佛是为了了生脱死、尊敬成佛，但是说听上师传授行论的时候说我们学佛是为了一切众生而学佛，这个我就有点搞不懂了。我想请上师给我们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利益众生呢？理由是什么呢？是这样的，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如果我们利益众生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你就容易这个成就的。如果你不想利益众生，光想自己获得解脱的话呢，那就不能就是得到这个解脱的。因此华智仁波切的有些教言也说了，我们先希求成佛和希求利益众生的话呢，应该有这个强烈的利益众生的心。如果有利益众生的心的话呢，很快的时间当中会得到成就的。当然我们成佛以后呢，要做什么事情呢，要利益众生。就像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人呢，如果有些人想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话呢，就是他能当上官的。如果他自己以为就是我要当官的话呢，这个思想是不一定很正确的。你当官做什么呢？并不是为了享受，应该是想帮助老百姓。同样的道理，你获得佛果、获得解脱以后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利益众生。因为成佛以后呢，利益众生的事业是很广大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如果让这个法性利益众生是放在首位的话呢，那他的这个成就呢就是非常快。还有一个问题，上师，就是说我们小组有的学员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文化程度不高，就是说有的时候好抄作业，但是说抄我作业的时候呢，我就不知道我做的也是不是正确的答案，那这样对他是不是有过失呢？我想呢就是最好不要抄作业，因为我们这次这个学习呢就是并不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啊，就如果
这个抄作业的话呢，一方面也有过失，一方面的话你自己也是把握不着到底是正确还是错的，所以每一个人呢应该自己动脑筋，自己呢就是好好的这个学习，这样以后的话呢，即使有些文化水平不高的话呢，也有大家共同交流啊，共同商量的一些事件。所以说呢，最好不要这个抄作业，抄作业的这种习惯呢，就是很不好的。我们并不是是为了完成一个，或者是为了交代，就是学佛呢，不是是为了这个交代，应该呢，就是是自己的内心当中受到了佛和菩萨的这种这个智慧的利益。顶礼大恩上师，您好。上师好，你好。那个上师在那个《二归校要论》里面说，那个我们要对所有的人，比如说利益我们的，或者是伤害我们的人，要有所分别。那么在那个大乘的教言里面说，对所有的众生不应该有分别心，应该宽容忍辱。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两个应该怎么来看待，或者是平衡呢？是这样的，二归教言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利害啊，就是要这个分明，但是利害分明呢不一定要就是不能就是对这个所有的这个众生啊，就是冠带自己的这个功劳。当然一方面呢，我们这个二归教言论呢，就是从这个世间做人的角度来讲的，从世间做人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哪些是坏人，哪些是好人，哪些是我的敌人，哪些是我的亲人，就是应该要分清楚。但是你就对这个敌人呢，也并没有就是说是要报仇啊，或者是用这个其他的这个方式来就是应对。所以二归教言里面的这个教言呢，应该是用这个入信论呢就是进行完善。这样的话，先你应该知道是哪些是坏人，哪些是敌人，然后呢我们对敌人呢按照如菩萨行人的观点来进行那个设置，就是对所有的众生呢观自自己的父母那样来就是对待。谢谢上师，祝您法体健康，成荣法轮。好，你们昆明的，你们是昆明的是吧？对，我们是昆明菩提学会的。我有认识我们的吗？认识喽。好，今天呢可能还有个别的道友啊，就可能没有论到，就是本来是今天我们也要一些安排，就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吧，就是我这边呢还有一些事情，这样以后呢就是算是今天圆满这个结束，非常感谢所有的这个道友啊，大家呢就是共同这样的这个学习。下面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三个回向于一切众生。所能的一坛切子八年同的你别站那八些这个那些让弄出八这不用做了这八只就马红班子人格八马色的红马红班子人格的八马色的红马红班子人格的八马色的红